近日，内地实力歌手张靓颖首次在香港举行新专辑签名会，不过此次签名会却被告知没有唱歌的机会，令她大感遗憾。谈及新专辑的名称改变，张靓颖表示，因为当艺人久了，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束缚的感觉，觉得自己越来越思想上面会放不开，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变回当艺人之前那种很放松的状态。另外，此张专辑的封面相较以前性感了许多，对此他称就要让自己更大胆一些，而这样的性感程度对于保守的自己来说已是一种突破。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我可能不会想要穿这对我来说已经算很性感了，包括专辑挑图片我没有参与。